今天我们来到了 Costco 好事多买东西，看到很多商品，清仓打折，好优惠。这件女士上衣减价3美元，卖12.99。女士高腰裤卖14.99，圆领 T 恤9.99，舒服型的女士短裤9.99。这一款男士短裤打折。原价14.99，现在减掉4美元，卖10.99，看上去很不错。还有拉链袋子，夏天穿也很舒服的，价格也很好，舒服型。这边有好多小孩子的裙子，很漂亮，每一条卖17.99。LG 显示屏打折。原价是299.99，现在减价50美元，卖249.99。31.5英寸。联想电脑打折，原价999.99，现在减价150美元，卖849.99。16GB memory storage 是512GB，还蛮大的存量。HP 电脑折价100美元，卖599.99。它的 storage 是512GB，那个 memory 是12GB。还是 HP 电脑，减了120美元，卖579.99。它的 storage 是 1TB。那 memory 是 12GB， 很大， 1TB storage， 存量很大。 HP 电脑降价170美元，卖779.99。 storage 512GB， memory 是 12GB。 这个男士内裤里面有5条，减价4美元，卖10.99，5件是10.99，挺划算，超码的牌子。这个去细纹、去皱纹的，保护皮肤，恢复皮肤弹性，含维他命 C， 减价30美元，卖69.99，一盒里面有2瓶。面霜减8美元，卖31.99，一盒里面有2瓶。Cochran 的过敏清除防解处方365片，折价3美元，卖7.99。流鼻涕、喉咙肥、鼻子发痒都可以吃。丝瑞丝外过敏防解处方药片365片，减价3美元，卖10.99。Cochran 的过敏症状防解剂、鼻腔喷雾剂，减价6美元，卖18.99，里面有5瓶。减价8美元，31.99，2瓶装。有120颗，一瓶70粒，一瓶50粒，总共120粒。这一款也是丝瑞丝外过敏处方药片 ，Microsoft Surface Pro 8，降价150美元，卖1199.99。打游戏的电脑。降价300美元，卖1199.99。曲奇饼打折，降价1.5美元，卖7.49一盒，里面有60片。好吃的 cookie 饼，这红酒，2019年的。降价4美元，卖14.99一瓶。
哇，这个好漂亮的颜色，现价3.8美元，卖9.99。透明装的耳机降价，减价30美元，卖49.99。无线耳机，这也是无线耳机，降价60美元，卖219.99。不锈钢垃圾箱，减价10美元，卖69.99。47L 的折10美元，卖69.99。6L 的折10美元，卖是4.99。就是大小，小的是这一款，大的是这一款。2TB。USB 折价5美元，卖74.99。硬盘，这箱子，行李箱，折价45美元，卖129.99。还有这一款。两个行李箱卖129.99，一大一小。拌鸡炸水果一套，折了80美元，卖319.99。这个内脏，这个也是搅拌机一套，两个小的。折价30美元，卖99.99。这阿迪达斯的男士上衣、运动衣，卖19.99。然后男士阿迪达斯的运动裤，卖17.99。这个不锈钢旗杆一套，折价6美元，卖是3.99。杯子，这一盒里面有三个，折价3美元，卖11.99。套，不锈钢的，有三个，折4美元，卖15.99。这一套可以洗碗过滤水的，折6美元，卖是3.99。这个锅子也折价了，好重啊，折价8美元，卖31.99。有红色的，10.05，还在打折呢，折4美元，卖17.99，挺好用的。龙头折价，折价15美元，卖44.99。这一套折了10美元，卖29.99。四件套，这个不错哈，对，这挺好的，
搁毛巾的。这个四件套可以装一些东西，整理一下盒子。折四美元，卖17.99。工具打折，折了50美元，卖179.99。这个盒子折了1美元，卖8.99。还有盖子，孩子的衣服好可爱，14.99。很多颜色，这裤子卖19.99，有这个颜色，还有这个颜色。这3美元，卖11.99，有个帽子的，还有黑色的，这布料不错，很舒服，11.99一件，清货价哎，还有很多 size， 有 SXSM， 大什么码都有，卖6.97，这个是清货价了。6.97清货价，还有红色的，哦，蓝色牛仔裤有这个颜色，这种颜色，折价5美元，卖14.99。便装。两条裤子卖14.99。减价5美元，卖14.99。这个也是清货价，卖9.97。男士裤子清货价来的。这个减价4美元，卖14.99。有红的、黑的，这是男人的上衣，减价，女士裤子来的，减3美元，卖11.99，紧身裤哎，对吧？挺划算的哦，减价3美元，卖11.99。它还有这个黑色，熊黑色的，没有花纹的，有的有花纹，有的没花纹。还有其他颜色，很划算啊，减价3美元。减价货，清货价来的哦，卖6.97，蛮好看的，有个帽子，清货价6.97，是的。卖16.97，三件套，一个背心，三件套16.97，一个背心，还有一个衣服，一件衣服，还有条裤子，三件套16.97，划算，蛮好看的，还有粉红色的。还有这个黑色的，这男孩子的也有啊，男孩子的12.99，也是三件套，哦，12美元，两件套哎，一件衣服，一条裤子。是清货价，两件套的，卖9.97，女士睡衣，舒服型的，
很多颜色还可以选的。货架卖9.97，9.97美元，男士上衣，轻货架9.97。这女士裤子减价3美元，卖11.99，很舒服的。它的布料刚刚好，不薄不厚，摸起来很舒服。男士运动裤很厚哎，有黑色，有蓝色，还有这个颜色，折了5美元，卖12.99。男士运动衣卖19.99，还有这个颜色，19.99。这是雨衣，轻货价9.97。有这个颜色，有这个颜色是雨衣的，雨衣里面这样子的。9.97，轻货价，还有黑色的，很多颜色。对，还有这个颜色。裤子，不错，很舒服哎。折价，减价3美元，卖9.99，这个不错，挺好的。对啊，它这个把腿啊收的长长的，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这个裤子。那它布料的厚度也刚刚好，舒服型。这个是女士睡觉的裤子，睡裤2件，减价3美元，卖11.99。这个 Puma 的蓝色运动裤，减价5美元，卖14.99。挺好看的，减价3美元，9.99嘛。是外面用的被单，卖24.99，有个袋子可以装的，方便拿去外面。这种的鞋子在折价前6美元，卖23.99，是这种色。这个女士的鞋子，防水鞋，好舒服哦，里面有毛的。对，减价5美元，卖19.99，划算。这个鞋子，我们有水鞋，不然我都买一对这个，这划算，哈。你想买就买。卖19.99，减价5美元。你想买就买。嗯，这不错。女士鞋子减价5美元，卖14.99。这一款，货架来的，卖14.97。这个 boots， 哦，这划算啊！这谁合适的话就划算哈。对，它轻货价14.97，是轻货价来的。也有很多码。6码、7码、8码没有。哦。